阿龙。阿龙？谁是阿龙啊？嗯，孤独的。那是 alone。 你别笑。下一个史特翁。史特翁是哪个？强壮的。那是 strong。 strong。 穿肉丝。还穿肉丝？裤子。那是 trousers。 你这英语到底是谁教你的？第一个大的。大的是什么？爸爸呀。那 dider。 你别笑。下一个吐马桶。吐马桶又什么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西红柿啊。那是 tomato。 tomato。 给扔了。给扔了？什么给扔了呀？橡皮。那是 eraser。 你这读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真的啥也不知道。爸爸有一个深藏不露的秘书。深藏不露的秘书？我哪有什么秘书啊？啊，是深藏不露的秘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配的秘书啊？上次看到爸爸给了牛阿姨好多钱，还说是他的私房钱。爸爸租了牛阿姨的门面房，那是一年的房租钱，是房钱，不是私房钱。你什么耳朵啊你？牛阿姨说不着急，这么多年的关系了。日久生情嘛，十两天给也行。不是，你这是写作文啊还是写情报啊？啊，还日久生情了。你这样写会产生误会了，知道吧？有人。爸爸说早给晚给都得给，现在生意也不好做，趁我现在还年轻还能干得动。真废话。牛阿姨立马接过钱说，不干了也买卖不成仁义债，再见还是好朋友。这件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妈妈。哟我的天啊，牛阿姨今年都60多了啊，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你写的作文。作文我和爸爸的一天，今天爸爸带我一起去了公司，爸爸们的公司专业。爸爸们的？你有几个爸爸呀？还爸爸们的？别笑啊！爸爸的公司专业是批发妹子的。哎呦，爸爸有那实力吗？你有几个爸爸，他也不敢批发妹子呀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主要是批发袜子的，好不好？记住了没有？一到公司，他们先开会，第一个是总经理讲话。第二个是 B 经理讲吧，有人，那个是副经理，好不好？你不会写的字，你用拼音行不行？看着爸爸一直的忙碌，真的很辛苦，蛋上的皱纹又多了几条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是脸蛋上的皱纹，好不好？啊？我的脸去哪里了？有人。你别笑。这个就叫专业。哎呦我的妈！闺女啊，怎样告诉别人说我没钱了？我没钱了，用鲁迅的话应该这么说。午饭时间到了，我从容地站在高处，转过身对着西北，缓缓地张开了嘴。你看那北风，便是我今日三餐。幸好今日多了些尘土，足以饱腹。有人。我的裤子上有两个兜，一个是空的，另一个也是空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开始听写英语啊。屁屁啊？什么屁啊？钢笔啊？那是 pen。 哎呦我的妈！pen 靠靠啊，
男二会啊，那是 Ken。 Ken 你别笑。 Mary 快点死。谁快点死？是圣诞快乐啊，那是 Mary Christmas。 Mary Christmas。 我已经服了你了，滚你妈的。你还骂我干嘛？我没骂你啊，这个外祖母就是这样拼啊，滚你妈的。那是古人的妈人。古人的妈人，古人的妈人。这个我会读，八个。英语都不会念，还念日语。漏洞啊。那是 bug。 我不用你清洗了。词语解释，解释一下什么叫幸运。爸爸从高空中坠落。我从高空中坠落，这叫幸运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正下方有个草垛，这够幸运的吧。行行，算幸运了。那什么叫不幸呢？草垛上有把叉子。什么？不是，怎么偏偏草垛上有把叉子呀？所以才会不幸。你别笑，我确实够倒霉的哦。下一个，什么叫希望？爸爸没有落到叉子上。有人。搞了半天我没落到叉子上，吓死我了。行，这还差不多。最后一个，什么叫绝望？爸爸也没落到草垛上。什么？绝望是这样解释的？那么大个草垛，你都没有落上去，这还不够绝望吗？爸爸的身高175米，烟囱啊！那天的妈妈，毫米？有人，175毫米，我就这么高啊！合着我跳起来够不到你的脚趾甲。下一个，奶奶一分钟走多少米？1000米。什么？你奶奶一分钟能走1000米啊？火箭奶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还有这个，爸爸的心脏跳20下需要5个小时。天哪，你算是成功把我送走了呀！我才30多岁，你是嫌我走得不够快是不是？哎呀！你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。哪里错啦？我不应该叫你兄弟。还有哪里错啦？我不应该在你骂我的时候蹦起来打你。杀！有人。哎，也只有我受得了你。瞧你那小体格，我要是真想打你的话，一个可以打你10个，信不信？你能不能不要吹牛了，好不好？信不信我再揍你一顿？哎呦我的妈！